在反叛军地下设施中找到的独特 PA 装甲，控制巨大生物。我们透过逆向工程，成功将这项技术套用到我们的装甲上。但是操控巨大生物需要大量的能源，如果要实际运用的话，只能在能力超载启动时发动。士兵被敌人包围了，现在进退两难，请将包围我方部队的敌人全数歼灭。收到，展开支援任务，出发。再这样下去会全灭。目标是雷达上的黄色标记，
现友军，他们被敌人包围了。我看这里还有更多，请帮他们。在猎食，歼灭周围的敌人，协助部队突围。
买新的装备，你已经驾轻就熟了。跟我预期的一样，立刻就上手了。形势才是最危险的。爆破小队，返回基地。这里是烟雾小队，了解。